告五人的歌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来掌声给他们。今天第一组的对决就如此的精彩哦。我们现在要对你们提问喽。陈乐一，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对手，你会选沈川奇还是李浩宇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选择浩宇和川奇，因为真的来到了拍世界之后，除了我们六位突围的人，在拍世界是和李浩宇和沈川奇玩的就是最近，然后就有一点就是不打不相识的感觉，觉得还是挺好玩的。浩宇，我听说你的身体里面还住了很多个浩宇，那请问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一个是没睡好觉的，一个是比较睡饱了的，比如说今天就是睡饱了的李浩宇。好可爱。因为你说你第一轮就紧张，这一轮我就感觉你好像松很多，真的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有很大进步。所以今天是睡醒的浩宇，对不对？睡醒了，今天比较情绪稳定。对，你还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吗？上一场就不太稳定，我受不了了。看来我们的小玩家都非常的喜欢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做出选择。我们可以投票了。淘宝淘出一万种生活，开启投送时刻。这一局的愿望是以柔克刚，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舞台，谢谢。这两个风格很迥异嘛，陈乐一他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出彩的地方。我觉得李浩宇他的东西就是一个真诚，这个真诚是你挡不住的。陈乐一的那种表演，他虽然唱得好跳得好什么都很到位，但是李浩宇真诚的表达更具杀伤力。我794，哎，他那就是感性的力量，耶！很遗憾，乐一没有能够战胜浩宇。啊！他陈乐一直接离线了，直接离线吗？我很希望大家就是认真享受接下来每一个拍世界的大家的演出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太优秀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他们，然后呢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多多关注我吧，谢谢。好的，关注你，关注你。哇，乐一真的让人印象深刻，他是一个浓度好高的人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你非常有热情，你很有感染力，我很期待你的其他的世界的表演。派世界，感谢你来，谢谢你来，我们掌声给乐一，对，给你点赞，来，给你点赞哦，加油！选歌问题，对，就是选歌的问题。加油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加油，你唱的好好。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下次选歌的时候通知我一下，我帮你选选啊。好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No。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就是第一次的舞台他就直接走了，因为这两天我们三个每天都黏在一起。他太可惜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机会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赛是比赛，朋友是朋友，这个比赛只是大家认识的一个开始，不是结束。也是很精彩，留下了一个很精彩的舞台。接下来继续三人组对决，李浩宇对战文兆杰，胜者将获得第一张优先通关券。你肯定会很喜欢他，是吗？上次张亚东老师的特别喜欢。哦，嗯。